哇，婚礼的事你就别担心了，竹姐会帮我们的。我坑你好吗？好不容易再办一次婚礼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？你帮我参谋参谋，这是我准备的。看你老妈喜欢哪一个？哎呀，这时间哪，那么着急，还真不知道能不能租到这些场地。还有，布置也是个问题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得要有花，你老妈最喜欢花。妈，你说这些呢，我一定会办到的。保证，一定让你给我妈一个最浪漫的。上次拿的那个珍珠粉，看见在哪？我帮你搁到抽屉里。啊，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。你坐啊。他连你都不记得了，实话实话的，现在记忆只停留在我刚出生的时候。那林生怎么说？怎么突然就不记得了？林生他也咨询了很多专家，他们都说记忆混乱是这个病最常见的症状。不过我妈虽然对现在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，她却对跟我爸刚结婚时候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楚。叶子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林森上次不是也说了吗？只要让阿姨高高兴兴的，对他的病有帮助。没错，咱们现在呢，先把婚礼搞好，其他的先别想。竹子怎么还没来啊？我昨天特地给他打过电话，让他今天千万别迟到。他这个不靠谱家伙。你们有没有觉得竹轩最近怪怪的？哪天不怪怪的？你看哈，咱们这几次聚会他都没来吧？换做平时搞婚礼这么大事，还不是他主意最多？现在就换了个人似的。好，先别管竹轩了，我们先开始讨论吧。等他来了，我们再好好审审他，看他最近到底在搞什么。那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？因为我爸说我妈喜欢花，我觉得布置成这样会花多一点。考虑的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我好像没有拒绝的理由吧。这么长时间。谢了。嗨，觉得你们两个是为了同一件事情来的。那么你，我也都说了。这件事情是我已经答应他了，你们想租我的场地没问题啊，但你们得容点时间，我去安排一下就 OK 了。好吧，你慢慢聊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张大鸟告诉我的。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，所以就来找老板娘商量来了。那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跟欣然这几天呢一直在找场地，但都没有遇到什么合适的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这里最适合。时间不早了，他妈在家里等着我，而且婚礼还有好多事情要忙。妈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我送你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。
对了，如果我突然遇到什么问题想要人帮忙，不会拒绝的。不会啊。那就先谢谢你了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老公，老公。有什么事跟老公讲呀？听好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老公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，不要丢下我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根据他的血样检查还有其他报告来看，我基本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至于他这个病理结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，我觉得应该是检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。其实有些事情我不是不想说。对，我没事的，我真的没事的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真的没事，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了？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喂，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我建议你还是再来医院检查一下，尽快。谢谢。那最后检查结果怎么样呀？
当然是皆大欢喜啊。都怪那医院，他把检查结果给弄错了，元朗压根就没什么事儿，他就是轻微偏头痛。你们知道我当时都快被吓死了，吓懵了。还好还好，只是虚惊一场。我说了你最近怎么魂不守舍，原来因为这事。那可不嘛，你说这事要是真的，我和我肚子里孩子我得怎么办呀？我朱大小姐，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一句，你平时你屁大点的小事你都能跟我说，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反而不说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当时真的慌了，我当时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呀，这这么大人了，哎呀，你这大人不得小人过啊。我错了错了，大人不得小人过，不过有下回了。看在你这个小肚子里啊，用未来干女儿跟干儿子的份上，我就让你这么一次。干妈真好，可是。哎，说说你吧，我可听林森说了啊，他和向泽义都跟你表示过了，到底怎么想的呀？这原本呢，我是认为林森他是没有机会了，可我没想到来个惊天大逆转。林森这小子还真行。我一开始以为他沉寂这么久了，原来是想要厚积薄发，一击即中啊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你说当年如果向泽要是没有那件事儿，说不定你们就很幸福的在一起了。可如果林森呢不是那种扭扭捏捏个性，说不定你俩早就成了。分析完了，朱大师。分析完了。你呀、啊哎，都当妈的人了，还这么叭叭？你都当妈，不能下手轻点儿，真是。你就当你干儿子、干女儿想问，他们都想知道。你告诉我，到底选谁呀？啊？你刚刚说了这么多如果，但你知道吗？人生其实没有如果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最好最好的自己。这是这么多年来我打游戏攒下来的钱。可能你一直觉得我很幼稚，可是我想告诉你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着能为你做些什么。之前没有拿出来是因为觉得这么点钱根本就不够，不过我现在觉得是时候拿出来。既然是你的梦想，无论多少我都有义务去支持。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变得更好生活。白娘，谢谢你。谢啥呀，小傻瓜。就这一箱吗？嗯，其他东西和竹子他们已经先搬走了，我们快出发吧。不要弄这个，行了，拿我去厕所去。哎，叶子，我来了。这东西你帮我放到后面去，等一下他来一起。OK。来的更早的呀。哎，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怎么样？放那边吧，等一下。
来了。竹轩。啊？我包子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弄。对了，其他的事安排怎么样了？都差不多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啊，是你爸的风格。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爸似的。对啊，最近你爸经常找我聊天。这的确是我爸的风格。就这样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别呀、啊、别呀、啊，就来这儿，来来。脚步还挂在那里，不惋惜。灯光灯光照着你，那是年少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那是心很多东西都不流行，比如花，比如婚礼，比如我接下来说的话。近期我在学习上网，我在微博看到了一句话，男女间的感情的变化是和称谓有关的。结婚前你叫他小明，结婚后你叫他老婆，生完孩子之后你叫他孩子的妈，到老了之后你叫他老太婆。一个男的只有在他喊他爱的那个女的老太婆的时候，才能真正的证明他是爱他一辈子的。我呀，这辈子不懂得什么叫浪漫，也这辈子不懂得爱情。我只知道，当我见到你第一次面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你是我的老婆，孩子的妈，我的老太婆。其实啊，这一辈子是很短暂，真的很短。但在我哭过笑过的时候，有你陪伴我，这够了，也就满足了。想再见你的身影，那熟悉的声音，我爱你，你我说最好听的故事，你陪着我看电影，
我知道你一直陪着，我一直没去，这熟悉的距离，这熟悉的距离，这熟悉的距离。心与心，以前我总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不懂爱情，只要过日子，但现在看来他们的过日子才是最要的。是啊，就像叔叔说的，这辈子陪着你哭陪着你笑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贵族。谢谢您给我这么好的提议。不用客气，伯父。我怎么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眼熟的孩子呢？而且还是个特别好的孩子呢。这个事我会告诉叶子。不必了，有些事情放心里就好。哎，其实你林森哥哥呢，还是希望小叶子开开心心、幸幸福福，也希望你写的变迁纸上的愿望可以实现。我多想我们也能像你父母那样彼此陪伴相依到老。叶子，嫁给我好吗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我第一次见到的是那个在画室里自信地画着画的向泽义。自信、开朗、乐观、有趣。在你失踪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总是会想起那个在阳光下画画的你。那个我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我曾经很努力地想让自己不去爱你。每当我觉得我已经要成功忘记你的时候，那个在记忆中的你就又出现了。
后来我发现，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忘记你，也根本就做不到放弃爱你。你说，这些年你发生的事情让你变了，但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事，难道我们就不会改变吗？像昨天今天的事再放你。是啊，我们都会变的。我一度在想，如果时间可以重新回到那一天，那一切都没有发生，那现在的我们是不是会没有改变？是不是就会很幸福？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当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。时间让人改变，可是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成长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改变，我们应该要感谢他，是他让我们看清了内心的想法，让我们变得更好，让我们学会去爱。有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你，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被我伤害了。我其实真正不敢面对的是我自己，我不敢面对自己的改变，而却忘了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海浪更凶的，其实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我特别羡慕竹子和欣然，他们可以一直一直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这份美好。我也经常抱怨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，把我的这份美好就这么硬生生地抢走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真正美好的爱情不只是要每一分每一秒的在一起，而是要让彼此变得更好。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。以为在你身边，那也算永远。我以为我最应该跟你说的，应该是对不起。但现在我才知道，最应该说的是谢谢。谢谢你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最好的爱情。无论等了那么多年，现在就换成我等你吧。等我们都变成那个值得依靠、值得相信的人的时候，我再亲手为你戴上这枚戒指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这个手链对我来说很重要，给你呀。感谢那是你牵你握我的手，
还能干什么呢？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叶子，你好，我是向泽毅。猜是好是坏，都可能变成意外。怕没有人在，只有落空的期待。At least that I feel, heart shine like a star.穿越星海，到多远的未来，我因我而在。I lost your eyes.But back to my shine. 西路人在，藏心底的期待，不愿沦为尘埃。When I see your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总是在放映。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？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。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。
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风险。以为在你身边，那也算永远。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。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Thank you.